比赛刚刚开始，提速前进，就有一次快速的推进，右脚打门穿单而入，开赛35秒，已经是帮助球队首开纪录。在禁区里面拿球以后，马上就是右脚低射，大小门一块过，好机会，一脚捅射，球进了。角球开进来，还有机会，球进了，太厉害了吧！这场进球大战还在继续，边路的配合，看看怎么打穿对方的防线，还是要靠个人突破。到了禁区里边，把球打进去了，直接打门，又进了，球进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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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球进了。好了，这时候主裁判莫斯也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，提速前进，保持了开季的连胜势头。往左，对，往左，往左，平行走，往左，平行走。哎，在你右，在你右边，再往左，往前走，往我这儿走。好，好，直前，好，过了，过，哎哎，请，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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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后边，给我包，还在后边。球呢？